忙忙碌碌一个上午，只为了和阳光抢时间，赶在他下午三点消失在对面的高楼背后之前，好好的窝进沙发里喝茶读书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每天不管有再多的事情，都希望能抽一段时间和自己独处，最好是在阳光里，有杯咖啡或一壶茶，一本闲书，读读变成书墨香的别人的思想，发发呆，再看看窗外。有人说，每个人最终的归宿都是自己，在繁忙的生活里，你应该给自己找到放松的方式，不管形式，也不管时间长短，只要它是能让你过得舒服，让你有所期盼的存在就好。所以我们生命里第一个爱恋对象应该是自己，和自己对话，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，聆听自己的心跳和呼吸。这种孤独的时刻不是寂寞，无关沧桑，只是每个人都值得享受的孤独。哪怕我的世界没多久就会有外敌入侵了。